你知道吗？其实晴天是我妹妹的生日。真的？她最喜欢过生日了，因为她喜欢吃樱桃蛋糕。我最爱吃的也是樱桃蛋糕。哎，哦，因为小时候我每次过生日，我妈妈都会给我买樱桃蛋糕。林星辰，其实你和我妹……樱桃蛋糕，班长，你等我一下啊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喂，你去哪儿啊？你很快，等我。其实你的眼角膜就是瑶瑶的，还是算了吧，像是来索恩的一样。那个姐姐快好了吗？嗯，快好了。好了，谢谢。哇，好可爱呀！姐姐，麻烦你帮我包起来吧。啊，好的，谢谢，尽量快点哦。嗯，好。班长应该会喜欢的吧？没有打烊。既然你说不能忘记，那就牢牢地记住呗。不过留下的都一定要是最美好的回忆啊。哇，怎么样，这么可爱的蛋糕，我想你妹妹一定会喜欢的吧。班长，你一会儿帮她许个愿吧。班长，你快坐，你快坐。妹妹不在了，那哥哥就要更好的活下去啊，就像赐给我眼睛的瑶瑶，我要带着她的心愿，每一天都要活得很开心，这样才是纪念他们最好的方式。哇，好了好了好了，班长快点替她许愿吧，快点啊。